好，接着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先看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，低温21度，最高温有27度，两成的降雨机会。而太武雷一圈日19度到28度，两成降雨机会。三地门雾台马家16度到28度。桃园区那玛夏茂林11度到26度，两成的降雨机会。阿里山乡12度到25度，两成的降雨机会。仁爱鱼池水里信义10度到25度，两成的降雨机会。和平区12度到25度，也是两成的降雨机会。南庄师潭泰安18度到25度，两成的降雨机会。新竹的关西间15峰，低温13度，最高温有26度，两成降雨机会。乌来区跟复兴区17度到25度，两成的降雨机会。大同南澳16度到28度，新城花莲市吉安24度到29度，秀林外榮16度到29度，寿丰丰滨20度到29度，凤林光复瑞穗低温22度，最高温有28度。卓溪玉里富里低温10度，最高温27度，都有一成的降雨机会。台东的长滨成功东河23度到28度，一成的降雨机会。池上关山海端延平16度到26度，降雨几率也是偏低的。鹿野台东市卑南20度到29度。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18度到29度。离岛的蓝云地区24度到29度，有三成的降雨机会。最后看到外岛地区，低温26度，最高温是30度。